瑞穗乡复原保安宫是花莲最早的城隍庙，而距今已经超过了百年的历史。今年初，管委会与信众清趸神桌时间，赫然发现城隍爷神像遭白蚁严重蛀蚀，赶紧送修。另外，请黑面城隍爷分身坐镇之外，主神龛前文武判官则分站左右两边，继续镇守地方。即便是上班日，复原保安宫仍可见信众前来祭拜祈福。只不过神殿内的主神尊似乎小了一号，保安宫管委会表示，主神城隍爷遭白蚁蛀蚀严重毁损，现在送修，因此请黑面城隍爷分身暂时坐镇。有我们的小尊还有在，有，我们的三位的一二三都在这边嘛，他也是会保佑我们了。瑞穗乡复原保安宫至今已经超过百年历史。今年初，管委会与信众进行主神龛清趸工作时，赫然发现主神城隍爷神像遭白蚁严重蛀蚀，于是纸雕碑遵循神意送至彰化县木雕工艺匠师来协助修缮重置。而至于修缮经费，管委会与信众目前也正募捐中。本来是有很多地方要去处理了，因为城隍爷他板桥嘛，他也不喜欢，啊哪里也不喜欢，他一定要到彰化，所以说现在也差不多了啦，因为上一次主委他没有去，因为现在还要去整修一下，弄一些有的没有的，还要去化妆。就这样了，就看今年能不能完成，那个要看了。主神城隍爷头一次碰上重重危机而送修重置，为花莲地区最早建制的城隍庙，主神像不在，在地信众顿时失去心灵精神依靠。管委会除了是有请分身坐镇，主神龛前的神桌上由文武判官分站两边，继续镇守地方，也请乡亲信众放心。记者是玉兰，瑞穗采访报道。